那香水已经回到了我的手上，送给你。它没用。我要听你亲口跟我解释。先放你这儿啊，你这样好吧？现在我们谁也不多嘴。你有什么话，你有什么话，我们静下来说。记住我刚开始在开门之前给你的警告：一个女人不能丧失理智和尊严，不能歇斯底里，否则的话，没问题也会有问题，有问题也会谈不清，明不明白？站到你的位置，站到你的位置。接下来是金丽和杨维的告白时间。查看我的电话号码，翻看我的短信啊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？